卖葡萄，卖葡萄，卖葡萄呢？要我说多少遍，没有人，就我跟奶奶，这干嘛？老打电话，我来不了。奶奶说葡萄卖完，嗯，才能走。哎，你好烦呀！我先挂了，就这么讲啊。Later， 不要错过啊！非常的甜美，这个10块钱一斤啊，那个阴魂不散。你来干什么？我不怕，坐了一斤。先付钱。你先付钱，你不行，别人可以，你不行，先付钱。不高兴啊，对不对？买不买？不买赶紧走。赶紧的，要哪串？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你可真能吃啊！那吃完了你帮我看回店好不好？我去方便一下。嗯，啊，你去吧。那这个给你，要是有客人来你不知道怎么办，你先稳着点，我马上回来啊。好的。不准偷吃我的葡萄啊！2 hours later， 葡萄呢？卖完了，怎么卖的？你刚刚走了之后，好多人问啊，可以，必须要买的话，是吗？奶奶是吗？啊哈哈，那厉害厉害厉害。那个，你过来，我正有事。奶奶，奶奶，我马上就回来啊！来，明天还有空，再帮奶奶卖葡萄，5块钱一个小时，我雇你。可以啊。但是你得陪我回网吧叫下棋。没问题，行。但明天还得穿这个呀，啊。